不要紧张啊。哎，请开始你的演讲。那个，我昨天晚上写了，但是我落在酒店了。你就这一次机会怎么办呀？哟，你拿着也没当回事儿。我当回事了，师爷，我特意写了半夜。你别，师爷，咱现在是同志啊。这位同志，我确实写了，这是严肃的事儿啊。述职报告，昨天晚上我上网查了一下，具体什么意思，就是向领导汇报自己的成绩，其中还停，述职报告它有规矩有程序，知道吗？先得报啊，你叫什么啊？你的性别，你得跟我们得讲清楚。你叫什么？我叫岳云鹏。性别是什么？男。哦，接着说。我今年36岁，进入德云社第18个年头。学历，初中。外语几级啊？不会。那么政府级的，和这个国际上边受到什么荣誉啊？没有，但是我倒是出国演出过。你这演出是自己联系的，还是人家邀请？有自己联系的，有人家邀请。自己联系，那不算。啊，好，这个回来还得跟你谈一谈，谁让你偷着出去演出去了啊？我拿到过第二季《欢乐喜剧人》的冠军。那都算这地方台的是吧？对，中央台我也参加过节目，春晚，那是国家级的哦。这个得给他写上点。非常侥幸有石师爷帮我们一起研究那个作品。他几次参加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，效果都非常好，深受全国人民喜爱。对，特别是今年的春晚，这应该感谢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的编导组给你们出的点子。也跟您聊过，师爷。我只是简就跟着瞎参谋。你表演的也非常好，特别是能把你这个节目放在春节晚会的第二个节目这个场口上，这不是一般演员可以胜任的。关键是歌舞之后不能让它凉下去。 对，得把现场的观众情绪充分的调动起来，不是所有演员都能应得了的。对，所以春晚组看重是孙越。不是哈，我不能这么说。俩人合作，也有你，也有你。我提议就是应该是破格定级。好，好，谢谢领导对我的栽培，我会继续努力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啊，好，谢谢。怎么样，紧张吗？太严肃了，这么吓人。我说我拿到过《欢乐喜剧人》第二季的冠军，然后领导，地方台啊。那我们肯定就没了。